粉色劲装走性感冷艳风，高人气女团 BLACKPINK 造型呼应歌名 Pink Venom， 还有另一面。BLACKPINK 脸上搭配特色唇饰，截然不同的风格态度，暌违两年出新歌，外传经纪公司砸下历代以来最高制作费用。同样在八月要给粉丝惊喜的有他们。Who are we?TWICE 扮起特务，性感中不失帅气，打破七周年解散魔咒，推出新歌却又爆出冷落子瑜。短短53秒影片，子瑜的镜头不多，团体画面甚至站在最后方，让粉丝替他抱不平。不过也有人缓颊，是角度问题。露出修长美腿，出道15周年的少女时代在八月强势回归，要来一场二三代女团争霸战。华视新闻林丽婷、林志纯台北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